刚开始看到是扑克牌，可能要赌一下，要赌取一下。耶！但旁边还有九九图片呢。杰克你开到六个人的桌子了，要开到八个。哇，不是八个吗？就是八个吗？哦，八个白痴，对面还有两个吧？不是，对不起。哇，一边坐两个，桌上是六个。你妈谁？我今天就是针对你啦！哎呀！哎呀！然后我要偷你杀你这样的，哎，不要，对了，不要，不要，七块钱可以杀人吗？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已经忘记怎么玩。五块吗？要一人先发一张卡吗？看一下，我要自己偷拿一张。拿，我们要拿扩充的吧？还是先不拿扩充？现在我们人数是八个人，八人不是扩充啊。嗯。我们让杰克来先，上面是扩充的，杰克来教一下，杰克来教一下，对，来教，教，来教一下，教一下，教，教一下，我已经忘记了，哎，可不可以把右边规则关掉？对啊，好长哦，我的人物都挡不住哎，原来是人物挡不住吗？那怎么办？我把它挡住了、哦。他可以把它删掉啊，可以啊。哦，怎么删？可以直接删右边呢？右下那个按掉啊。哦，按掉了。哎，你好棒哦！那这个哇，赞啊！画面瞬间看起来干净多了。你好棒、哦。角色要先介绍一下吗？再介绍一次啊！可以先跟我讲这是什么游戏吗？对，现在杰克要讲了，认真听。这个游戏叫政变。那他主要的话也都是在吹牛，是一个吹牛的游戏啊，阿波波的最爱。好，好，我们先，反正我们等一下会，欸、不是这张，另一张，这个，好，这个吗？上面的职业呢，一共是，你看到下面这张卡片，一共有六，哎、欸，为什么？六个颜色。所以要很大，好像大小要拿掉。大使啊，这审配官都有大使啊，我没看没有啊，上面的没大使啦，哦，上面扩充的没有，阿姐大使换成什么？哦，还是有先玩基础的，基础就好了吧，先基础，先基础，先人数够吗？人数够哈，就反正就是多放几张而已啊。OK， 好，我们先看公爵是这一张，好，这张公爵呢，你可以在就是。这边有钱，你可以说我要拿三块，但是，这个公爵的拿三块呢，没有人可以阻止。啊，对，我就先拿他的效果好了，就是每一张牌的效果，啊，你就会先拿三块，你抽了三块，你要发动政变的话是七块钱，就是上面有没有看到收入、赞助跟政变？嗯，而政变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位玩家把他一张牌杀掉。嗯，然后这件事情是无法被阻止的。嗯嗯，好，然后刺客的话是这一张，黑黑的这张，他可以花三块钱刺杀别人，但他可以被最底下那个伯爵夫人阻止刺杀。啊哈，对，就是 counter 这样子。然后像是你有伯爵夫人嘛，其他人可以帮你挡。嗯啊。就是你假如说假如我是刺客好了啊，我要刺杀 Bobo， 那可能团长可以说我是伯爵夫人，我要阻止刺杀，这样不要可以的，不要啊，不要啊，好，大使是这个绿色这张，嗯，好吗？那大使主要的话呢，他是等一下会有一叠的牌库，可以从里面从牌顶抽两张，然后选一、选两张放一张吗？还是抽两张，选择是否更换角色，然后其他，反正就是你抽起来，然后反正你抽两张之后，你是要最后，反正你最后手牌是两张或一张这样子，看你最后是否是几张。然后它是可以防止被偷窃的。那偷窃的话是等一下说到船长，左下角这张。团长他是可以偷别人两块钱，但他也可以被阻止偷窃，可以被大使或团长阻止偷窃，也可以被其他人阻止哦。嗯，好。然后伯爵夫人就是刚刚讲的防刺杀功能，他功能就这样没了。
那最基础的话呢，一开始大家都会先有一块钱，嗯，哎，然后有一块钱之后呢，先发一发，好，大家都一块嘛，那么你们就可以利用牌或者是什么收入的话，就是你的回合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嗯，就是你可以说、嗯、我拿一块，然后换下一家，或者是说你要做赞助拿两块。但是拿两块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这张大使牌阻止。哎、欸，公爵吧，公爵牌阻止。啊，那你要就要去猜忌说他到底是不是公爵，然后去做决定，所以你要把钱退回去，还是说就是说我不相信他是公爵？好、，OK 吗？如果对方不是公爵的话，就是拿两块，就是他。你这个动作成立，并且他死一张牌、嗯、哦，好，是啊，然后政变的话就是刚刚说的，拿到七块钱就可以对一个人发动政变。好，好，以上就这样，以上苗哈 ，OK， 大概懂吗？懂吗，苗哈？我觉得可能要玩一次才知道问题。哦，这个玩一次，玩一次很蛮容易守的。我们的顺位就瞄他最后一个，好不好？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就一样同杰克，那我们就逆时这样，就杰克、波波、阿基、小雨。好，八八八五五种职业嘛。嗯嗯，要应该要五张吧？五二五，然后一人拿两张，一人拿两张，两张。我算一下牌，16。是，好，要五张，每个各五张啊。好啊，喵哈讲两个很简单的、啊，比如说你手上有两张船长，对不对？那你可以演说你是伯爵夫人或是公爵去骗人，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要很诚实，就是演自己说我是船长这样。对，嗯。等一下，嗯，但是我们有两张，一人一张这个，一人一张。哦，我们有两张，为什么丢规则牌给我？我不要规则。那你把它放回去，你就放回去啊，放回去就好。这个吗？因为我是所有人都发一张。大使，我怎么把它翻牌啊？忘记按 F 好。哎、欸，这是不一样，这叠会有两个身份牌在自己手上盖起来的，这是你别人不知道的。那我们就是知道自己就是去宣，就是宣誓说我是什么什么牌。但是这个到底是真的或否的，我们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就是去猜忌这样。什么是政变啊？就是杀他一张牌，杀人，对，杀人，强制杀人，而且是不可被反制的。然后你如何处理？就是你身上有两张牌嘛，两张牌都被弄掉，你就输了，这样。那个牌就那个身份就是你的命。这游戏可以被针对，对，可以针对。对，嗯，宝宝，发牌是大家对我最好了。发牌啊，发牌。哦，蒙西德鲁，我来，啊，你这个键按那个 D 哦，直接放在我前面是谁？哼，那个牌右键在 D 哦 ，D 哦 ，D 哦，是 D 哦吗？可是你有压哦，有了，你压了，有了，直接崩发。好，我先嘛，嗯啊，好，好，我是公爵，我要拿三块。下一位，然后瞄他，像这个时候啊，你要先拉一张牌啊，杰克你没拉，哦，这张。然后呢，就是他拉这张牌出来，他说他是公爵，那他要拿三块要发动能力。那假设你不信任他，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抓你不是公爵，他就要翻开这张牌。如果这张他是公爵的话，你就要丢掉一张身份牌，就扣一命。那如果他不是的话，是他要把这张身份牌丢掉，这样。嗯，他就少一。对，就是吹牛游戏啦。然后我们现在大家都信任他，所以他就把这个牌收回去。我想抓欸，抓他们，我先丢一张出来吗？还是死掉还是选一张？没有，直接抓他。要不要抓？好，我抓。然后他抓完以后他翻过来，他真的是公爵嘛？然后就他这样就是繁星要丢一张，丢一张身份卡。哎，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就每一个角色有总共一个桌子会有几张？各五张，对，现在是各五张，你就放前面，然后翻出来这样子，是死掉了。对，是死掉了，这是死掉了。所以他不会再进牌库了啦，不会再进牌库。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场上已经原本有五张刺客，已经一张没了，因为他已经干瘫在面前了，这样对。好，那像我
像我是公爵嘛，那因为被拆穿了，就是被看到了嘛，所以我就是换一张牌。嗯，啊，就自己在那边是吧？对。嘿，好，就先呢，啊，就换波波啦，这样一个人做的动作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嗯嗯，哎、欸，换牌的那个是哪一个啊？F 啊，你不是有那个？你不是牌大师？大师，你不是太小了，太小字了。Auto 加滚轮，有了。滚轮拉起来，原来滚轮可以用哦。可以啊，好，可是我们要换牌，所以我要拿一块钱。哦，你只要拿一块哦。只要拿一块。哇，你不是很爱说谎吗？我不知道，我很爱说谎，这不是玩骰子，你是不是两张刺客啊？不是四个六吗？两张刺客，因为我们是现在是以这张嘛，以这张为主啊。对啊，对，就是一般嘛，是扩充的，一般版。嗯，那我这个都不是。哦，你发你拿扩充的、欸。有可能 Bobo 拿扩充，哎呀，审判官，他两个叠在一起了啦。扩充跟没扩充的本子叠在一起，不然你可以看那个啊，我跟喵哈这边的、啊，嗯，看上面有没有红字，就是要拿没有红字的哦、嗯。然后哈进也蛮是不是容易被吃掉？我也觉得你也是哈进被吃掉，你是不是 Gain Run？ 你刚刚用 Gain Run 吗？没有，跟他是用 Gain Run， 是 Gain Run 可能吃掉你的那个喽。因为我是 Gain Run 玩掉，我觉得连团团都有一点点电子音哎、欸。你说我吗？我有吗？没有，允月蛮正常，允月没事，就团团不太正常，团偶尔会有电子音啦，我是偶尔啦，但是哈基是常驻，哈基是刚刚好像哈基鱼尾会被吃掉，哈基已经是不正常了，就是他已经没救了，看一下你后台的要不要关一下，有该关后台，我是都关掉的啦，哦好，哦对啊，嗯，然后再听看看，好，唱首歌。然后我赞助，你赞助，所以你拿两块哦。我是公爵，我阻止赞助。你又公爵，你又公爵，哎呀，公爵好强哦！我不信，来，我怎么又？哎，怎么又是他？好扯哦！你很夸张，你是不是掉氪金啊？没有，你太上两公爵了，好不好？太扯了。那个不用，没有，你要放前面，然后翻开，对，然后翻对。哦，夫人，夫人，夫人，所以就是，那这样子，哈基的两块，那哈基不能拿钱啊，不能拿钱，然后两块要放回去，我都死了还不拿钱呢，哭啊，你给我哭死了，要换小雨，小雨，我被提几颗啦，再见，哎呦。安心哦，我跟你讲，我是公姐，我拿三块。你把公姐，你的公姐出现了，我拿错了，对不起。你好开心，我想拿五块啊，不能找哦，不能找啊。好，哎耶，看我也要来收税了哦，三块哦。哎呦，然后那总觉得有人在骗呐，有人在骗，有人在骗。好，有没有装备装把手回家了？你慢拿。我想啦，可是我等下就死了啦。太危险！你也要拿三块吗？哎，如果换牌的话就不能拿钱，对不对？不行啊，就是我是大师，我要换牌哦。请，那你先抽两张回去。请。没有，他只能抽一张，两张，抽一张哦，两张选一张，两张。对啊，他从牌库抽两张，对，抽两张，对啊，牌库抽两张，他会剩一张这样，最后留一张。哦，大师全部大师，是不是都大师抽起来？绿油油的吗？结束这回合，好，欢迎哈。那我要跟着前面，我也是公爵，我也要抽。哦，那你要拿一张牌，你要先拿一张盖的。出来了！没事，我们相信你了。我们相信你。拿吧，你拿吧。你拿，你拿，你拿。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排骨堆翻出来了。没有，没关系，我们相信你。你拿走，你拿走，身份拿走，拿走，拿走。有没有人拿走？快拿走！最高，最高，最高。快拿走！没有，拿走，拿走。不怀疑，太白痴。
然后就换这个，哇，拿三块。你看他死了，他杀人了，他杀人了，他杀人了。偷窃是拿三块，他偷窃是船长哈。对对，那我要偷杰克两块。等一下你没出牌，你要先出牌。等一下，我那个画面，等一下。我是什么？我是大使防偷窃。哎呦！不管，我翻。这是什么？哇！这是什么？大使啊！白痴啊！林肯啊，长相林肯。哇！少一个刺客，你用刺客来当船长？这骗子来着！骗子哦！换钱！哎呦！没事啦，才一块钱。我是大师，抽两张牌。哦，好，你请，你请。没人质疑啊，没事，拿回去洗。拿回去啊，他自己颜色是很漂亮。哦，游泳吗？哎呀，而且刚才放了一张大师回去哦。每次大使都存在里面很可怜呢，真的，大使大家都要大使。上次不是里面都四张大使在交替吗？对，全部四张。嘿，我是船长，我要偷杰克两块钱。哎呦，杰克没反哦，哎呦，你呢？哎呦，好了，哎呦，走回来了，换我了吗？对，我是公爵，我要拿三块。谁是船长偷他的钱？他不要偷我的钱，我只是任劳任怨的苦命商人。还要杀人的吗？好啦，换我了吗？换你啊！啊，我是海盗船长，我要拿你两块钱。不要拿啦！你要不要信？用坏了，我相信啊，你拿。有要扛吗？有要扛吗？没有人吗？你这个坏的，你耶！我是海盗，这个坏海盗。来换下一个了哈。我是公爵吧，是吧？我要拿三块。你哪里？你公爵，公爵，我们超多公爵的，一五张啊，有五张啊，三四四个，四个来抓呀！你拿啦，你赚钱，让你赚。没有小鱼要抓吗？快点！我没有要抓，我没有抓。好。那好，喵哈，啊，喵哈也只能再拿三块了。我相信你，怀疑，没有要怀疑，拿吧，老实的公爵，拿啦，哦，换杰克，啊，你干嘛？我再拿三块，偷他，不要哎，只要你很多钱哦，你看每个都可以攒。都进斩杀线了，那你现在等下就是一回杀了呢。对啊，我要拿一块钱，他拿一块钱，认份的他一块钱，好惨，我是伯爵夫人。哦，好，伯爵夫人，我是伯爵，我是海盗船长。嗯，我拿杰克两块钱。你这样要结交朋友吗？这样子结交不到朋友。不要，我偷我的两块钱。拿杰克，杰克等下刺人了。杰克就要把你。他七块要政变了。杰克，我不偷你的，我不偷你的。不是啊，想杀我。Bobo三块钱会杀人呢，小心哦。我是那个。你搞不好双刺客开局，你搞不好是。刺客夫人啊，对不对？刺客夫人谁？小雨，好，海盗船长做事咯。为什么要偷我的钱了？我想一下哦。我要死了！我是刺客，我是刺客，是。我想要花三块钱刺，我看一下谁，刺杰克。哎呀，杰克变公敌了啦！伯爵夫人，他是伯爵夫人，你伯爵夫人，
啊、没有每天在过年的啦，又公又公爵又伯爵夫人。我想一下，又公爵又伯爵夫人又大使，我最多。哇，这是我跟你讲，这是没有他的公爵有回去啊。彩虹牌呢？你在玩 Uno？ 来抓他啦，小雨，抓他啦，小雨。我抓你，我抓你。啊，真的是了哇！哦，那、啊、你是不是啊？哦，要吧哦没差，反正我也不是啊。那我又不是男的，你钱要扔回去夫人了。哦，钱要扔回去啊！夫人呢？白痴！伯爵夫人之间的对称。我跟你说，我刚刚因为被偷，我很没送快，所以我雇了刺客。我是刺客，我要吃海盗影业。你是伯爵夫人哦，对，你是伯爵夫人啊。那个翻牌，我不信，你不信啊？啊，不好意思，真的是刺客。船长，船长，船长，船长。好，我要洗牌了。伯爵夫人剩三张啊，对啊。没人能阻止杀人喽！没人能阻止杀人，完了完了！抽到刺客就强了，哇！是不是大使啊？啊，没有没有海盗可以抢钱了，我只好用收税的方式喽。收税？他要拿什么？他拿吗？对，他是公爵啊，公爵。好，没有人要阻止啊！请请，头好痛哦。我觉得我等一下要被海盗影院弄了。拿三块，他们要开杀。我是公爵，很多公爵吗？你要不要抓我啊？你要死咯。我是预言家，我有枪。好了，你拿了，让你赚，让你赚，大家赚宝宝，赚什么赚啊？大家发财，发财，发财。那个喵哈表示有人想怀疑我，你要拿钱吗？你要继续拿钱，你有七块喽，你可以杀人呢，你可以杀人呢，你可以杀人了，可以。那我可以直接赚宝宝吗？你不要最多赚十块，最多最多二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十块以上就必须发动，一定要发动那个。那还没满十块的话，你会被拿？可以。啊，那没关系，刚好十块。你会被偷钱？啊，刚好被偷。他想要再一回了啦。哦。好了好了，你是说要怎样？好了，玩玩看好了，没玩过。就是指定一个人杀人啊。那个卡片上面，它上面不是有行动那栏？你现在就可以选其中一个去做。上面那个选三条公开角色吗？对。对。那付七块钱。付七块钱。付七块钱，那就等于要他命就对了，就要他一条命啦。这样，你看第三啊，第三行政变，第三行，付七块钱选择一个玩家，然后直接公开他的角色，就等于叫那个角色直接死亡。嗯哦，啊，那这样我就没钱。好了好了，那我就公开，我想要公开团团。公开我的，因为台上只剩你跟杰克两张嘛。那你用杰克啊，还有我。杰克钱比较多哎、欸，太安逸了。杰克钱比较多哎、欸，而且我怀疑哪来那么多公爵啊？好，我要看看啊。好，不好意思啊，第四位夫人在我这。完了，要杀人了。哎呦，烦死了！我觉得你应该弄杰克弄团团的。对啊对啊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测试七块钱之后进银行。哎，所以我这次是拿回来嘛？对对对，拿回去。那你没有你没有发动任何效果啊？对啊，你没发动。对对对，你只是花钱了事。花钱对，花钱了事，雇佣杀手。杰克弄喵哈吧，杰克。然后吗？弄喵哈吗？可是我觉得有人会反弄我啊。谁呢？谁会啊？你看你钱那么多，哦、你说这两个是不是？我现在是穷光蛋，真的很烦、欸。对，我先让一个出局好了。音乐，拜拜。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都是弄你，就是公爵，就是你钱太多了，让我很有压力。你还真的是公爵，我下一回我就要针对你。哇！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太开心了。
这是什么脸啊？这是什么？啊，就是他哦，就是这个啊。对啊，对，他在开黄腔是不是？哦，他在乱掰。啊，我下次用这个酱油发言的时候要用这个，你在乱掰了。好，换婆婆啦，换婆婆啦。我哪一块？好，你拿。你有哪一块？我是伯爵夫人哦。好啦，好啦，好啦，你拿。好，下一个。换我。我是海盗，海盗船长，我偷波波的两块钱。抓你这个骗子！你的骗子！你要抓？抓！啊！什么？有出牌了，你也出牌了，你可以选一张牌出。哇，双刺客开局哟！哎，biu biu，这送你，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好难玩哦。哎，你是刺客夫人哎，那女神我怎么花钱？哇，你怎么笑成这样？花季，看一下。哎呦，估计是船长回来了。我要拿两块钱，生气。两块钱，两块有要阻止吗？啊，我穷哎，我们现在要联谊，不行。对，啊，换我啦，莫名其妙，我洗大屎，我呗，换换牌，请换换牌，估计是头好痛，一二三。然后樊希，你刚不是说你那个，因为我现在有枪，嘿 我想到那个，怎么听我说，龙恩，这玩意又比法杖还更好用啊，法杖还用啊！而不是说，如果《哈利波特》在美国拍的话吗？我要发动政变，哎，杰克，抽他，我要拉平衡嘛？是什么？还真是哦，对啊，是公爵，公爵，公爵，没公爵了吧？有，还有三张，有了，还有三张，还有三张，是伯爵夫人快灭机了。对啊，好，刺客也差不多了啦。你刺客真的，刺客真的，他自己在干嘛？还有那个算命子啊，你要换我了吗？对啊，那个我有点穷，我要拿三块。好，你拿，怀疑一下嘛，怀疑不了，没有你牌怀疑不了啊，你牌没洗出去啊，对啊，不想怀疑，然后啊，只能偷瞄他的钱了啦。大使换牌，啊，你换，大骗人。我也觉得他在骗人，都是在骗人。我觉得我跟你讲，搞不好换到两只都大使啊，三大使，三大使，里面三只大使，真的是三只大使。对啊，在里面你可以换一个造型再出来啊，换一个开心的，换个衣服，换个衣服，三个刺客了。嗯，然后哈基，换我，偷他钱，偷他钱啊！我拿一块钱，你怎么不偷他的钱？那么稳的吗？啊。你偷他钱就有七块了，就可以杀他了。哎，小雨，我是团长。嗯，我拿七块钱。我竹子，开刀啊！我识破你的识破，是团长，我就是破。先杰克跟哈基联系，他船长，船长，你是船长，他要帮忙挡。嗯、哎呦，我在这边你是船长，他们连心了，等等，好吧，我要，好了，没事了，换我，拿一块啦，剩一块了吗？扣啦，对啦，我拿一块啦，差两块啦，啥扣啦？拿三块，快。快不起来，白痴。三，你是公爵？对啊，他说他是公。想不想怀疑一下，喵哈？没有。喵哈，你这没有？不是，我现在想安稳的赚钱。你看，搞他。啊！你要再拿三块？对，稳稳的就好，稳稳的就好。哎，我觉得这个安稳赚钱有点安稳过久了。对啊，对啊，真的是时候该出击了。有没有刺客该上场啦？该上，戳下去！有刺客，我来。你没有，你死了，你没有，你死了。来一个，两个刺客都在墓碑里面了啦。对，有这边还有一个刺客，这里还有一个在墓碑，第一个死的。三哥，啊，哈基，
换我，我再拿一块钱。哎呦，你要拿一块钱？哎呦，哎呦，哎呦！我要预言，预言下一轮我要杀喵哈！耶！你要两块？哎呦，你也拿一块哦，小雨。我拿两块。你拿两块？哦，你请，你请。不要阻止叫！哎，喵哈，你可以阻止他拿两块钱哦，喵哈。不要阻止我！如果是公爵的话。对啊，可是我不想变全民公敌、欸。没有，你下一回就死了一个。他是场上唯一剩两张的。你现在是全民公敌了、啊。你已经是全民公敌了，不用说要比较。没关系，我相信我跟小雨之间的感情。哎、欸，别担心，我没办法戳你，我只是传达，我只偷你两块钱。换我的巴萨，你要打的。哦，我是觉得。工手边这个工伤可能要来刺一下，我、哦、是刺客，我要刺小乙。你为什么要戳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对外想刺。救命啊！剩下的伯爵夫人救啊！你们还有没有伯爵夫人救救他？不是啊，我的第五张牌有点难用，我救不了啊。小雨，你下去。小雨那张是什么？哎、欸，你反正你要下去，你识破他嘛，这样子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我交你复魂。哇，好了，我现在是穷光蛋了，没钱了，换本心，三块钱，我一无所有。这公爵拿的有点久啊。要不要看呐、啊？你要不要看？你刚摸很久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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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喵哈。哦、我现在也想，还想赚钱啊？不是，我钱也不够杀人吧？还不够、啊。差不多啊。对啊。你的回合。只能稳稳的赚钱哦、啊。完了，下一回合要被弄死了、欸。没有，反正我是差不多了，一牌而已吧。不是该死，他要弄死我了。可是我钱不知道干嘛来干嘛。偷两块，船长。哦，要偷谁呢？海星。海星也好，我不知道干嘛。真的阵营势力范围都画出来了，好好笑。然后我是一个混乱邪恶，然后打架就要结交朋友，打架就要结交朋友。哇。我要直接杀掉几个，花七块钱，杀我就干你，所以我是直接拿出来，对，就再放着了，好，好，没了，自己死掉牌，哦，公爵，你丢这张哦，公爵正二哦，公爵正二，那张是不是公爵啊？他能不成两公爵？他两公爵啊，是双公爵吗？两公爵，我公爵好像跟刚看到不太一样，刚刚看到不一样。所以我跟你错了是不是？没事，我又跳了一下了。看到了啦，公爵啊！哇，还有点难玩呐、啊。难怪你刚刚一直怀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爵。而且我还问，请问那个总共有几张公爵？五张。哎呦，没有，你被骗子骗拿钱了。换小，对，小雨死了啊！我死了，小雨死了。那个公爵大人，不要阻止我拿钱好不好？啊，哎、欸，对，我可以公爵是干嘛？啊，我拿一块，阻止人拿钱啊！我拿一块，来拿三块。我以为你要偷我，吓死啊！我从喵他身边拿三块。哎、欸，等一下、哦，哎呀，我只是个小穷人，拜托不要针对我。你要看我了吗？啊，那个、有仇必报嘛，我要花七块把哈基给毙。哈基是什么？我全部了，我全部了。你要刺我啊？你两个都是我全部人。哎、欸，你刚没救小雨，可惜了。救小雨，啊、没有，他刚想杀我哎、欸。没有，他跟小雨只是同一阵线的。哪有？我没有要杀你，我只是偷你钱而已。我只是不能看到有人的钱超过七块。他只是给你够啊，我再偷两块。啊、你嗯嗯嗯那个安我拿一块哎呦
难道这牌库里面有五张大屎吗？哈哈哈哈哈！都是大屎吗？可以看一看吗？你看，你可以全部拿走啊！等下再洗一洗。整叠拿去看。啊，直接拿三块走。你拿，你直接拖进去。拖不进去，为什么没有框框？它是一叠的关系。那一叠的关系啊？那你一张一张拿好了。好了，喵哈。我也要拿三块，好扯啊！有没有人怀疑一下？我不要，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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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我？嗯，两块，要不要阻止他一下？没有啊，我没办法阻止，无法。好啦，拿一块啦，两块六了。哦，不行啦，我快被金斩杀线啦！没有啊。你要嘛杀我，要嘛杀喵哈而已啊，看你选哪一个啊。可是我觉得我迟早都会死啊。哎，换谁？换你拿一块了吗？换繁星啊，我拿一块啊。啊，我只是可怜的穷光蛋，好吗？可怜。哎，喵哈。我喵哈表示要赚钱了。要好，你要赚钱。没事。这哎，看一下人家牌。我让游戏刺激一点好了。好啦，要干嘛？杀团团！哦呀，我不相信你是，我不相信你是刺客，你没有啊？没有，我花七块，花七块钱啊！这样子游戏哪有刺激？你知道我刚刚打算要刺激三个其中一个人，这送你，这送你，这送你！我刚要刺激一点的，没关系，杰克。等一下，我跟你约会想办法针对你。哎，能不能加一个？你成功的树立敌人。这个不打不相识，我跟你约已经变同盟了。我们已经是同一阵线了哦。有没有人要加入我的失恋战线联盟？没有没有，包包你自己一个人啊。我让两个有钱人打了。两个有钱人。你很无聊。好，就换繁星，换繁星，换繁星。好啦，杰克，你要拖我下去吗？我现在没有反抗你哦。不是啊，我杀掉他，你还是偷我钱啊？你是有病吗？对啊，你要这样侮辱我吗？你要这样羞辱我吗？翻牌吧，就结束了啊。哇！结束了，喵哈，结束了，喵哈来，戳过去，问号，问号，喵哈，你可以直接戳弄那个正变繁星啊，对，你直接正变他就好了，然后就赢了，一块钱你就赢了，就结束了。其实结算你们那边的好扯，所以我当我拿到说要怎么玩，你可以拿一张出来骗人啊，我才怎么玩吧？而且我本来想说就跟着你们喊，前面一直喊那个应该会有人抓，我就拿不小心我就没会不会拿牌就亮出来了。我想被抓哦！哎，然后刚刚其实那个我前面讲公爵啊，其实我是拿伯爵夫人啦。有，我知道你们那边一定有人讲的，一定有这种说谎，在骗的。我也没有大死过啊。所以雨月刚刚里面什么？啊，波波，你觉得我就是让你怎么没抓我？因为我不敢抓，我声音差。我声音几张大死啊？其实大死都在里面。真的假的？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拿过大死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大使全在里面。哇塞！对，喵哈会玩了，喵哈会玩了。哈，可以了，可以了。你们要玩复杂一点吗？先在这个好了，先在一场吧。对。啊，帮我发牌，我不会发。学一下吧。我的聊天是说，大家对第一局的喵哈非常友善。D E L 是见 D E A L D E A L。是暗线种哦，对的哦，我想到颜色，碎啦，喵哈开始了，从我开始，等一下我研究一下，好，你就说你是公爵嘛，一样抽三个啊，开场说公爵就对了啊，是这样玩的啊，我要拿一块就好，砍死拿一块，拿一块赞助嘛，当然赞助啊，够吗？嗯，又公爵对不对？三块，没错，好好好，敬你敬你敬你，换我，嗯，我是船长，我要偷杰克两块，我是船长，防止偷窃，可以，我相信，可以在第三张船长出来打架吗？我也是想要看打架，刺破你，刺破啊！船长，你的船长，我船长，你的船长是公爵，拿三块，哇，三张，哎，三只公爵了，
两张打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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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哼，小雨，我知道你有公爵，拿吧。我 stars 换牌，还有大石要被换进去啊！又再见了大石，可怜哦。这个也是换进去吧，这个、也是进去吧。哎呀，就是里面选啊，对吧？对，里面选，里面选。嗯，我看一下。嗯，再见了大石。我是商人呐、啊，公姐，我要拿三块啦。四张了，哎、欸，三张，三张了，三张，来来来，好，还有，哎、欸，听说过年的，有啊，快到了，我咯，来，我是大石，我不能瓦郎哦，瓦郎瓦郎，换死定了，换走喽，大石，大石，再见，大石哦。哎呦！哎呦！大死来了！大死还有大死哦！哎呦！里面好精彩哦！里面应该是大使馆啦，对不对？差不多了啦！好恐怖！一下牌哦！啊啊！到了！按到了！嗯，那个啊，洗一洗就好。来，我公爵。好，四张公爵，四张了，嗯。请拿，请拿，耶、yeah, ！喵哈，喵哈，你有工具吗？想拿两块。哇！阻止你拿两块，我觉得很难过。等一下，阻止。我是公爵啊，是公爵，我就不拿钱了。你可以质疑他、啊，他搞不好不是。对啊，对，只是失败的话，你就要扣一条，就是扣一条命。没关系，我问问来。你怀疑一下嘛？Yeah。好，我是公爵，拿三块。哇塞！嗯，哇塞！又拿三块。啊，你下一回可以偷他的钱。等下，阻止是三块不行，三块没办法被阻止。对，三块可以。对，两块。两块是收税。我的一块不见了。哎、欸，不在你面前吗？我在这里，我看到。叠在一起，叠在一起，叠在一起。嗯嗯。对。好。哎、欸，不对，我是一块吧？一块啊，没有两块，两块。原本还有一个是一块啊。啊、好，我是大使、啊、我要来换牌啊、哦！真的要变大使馆了，怎么？我觉得你是刺客，想换大使啊？来啊！有没有人要换呢、啊？有没有翻呢、啊？你换呢、啊？好，那我拿两张，你换了，你换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很气哦！全四郎哎，你不要把那个你已经死了，把他打倒吧。对啊，超气。大使馆来了，大使馆，大使馆啦！里面的大使馆啊，我跟刚好了，不要再想抽别的，都是大使啊。好，放回去。我怎么是几排？啊！好，好，我是公爵，我拿三块。你那只是熊猫吗？是公爵，那只是熊，是吧？熊猫长这样，哆啦 A 梦。哇，七块了哟！好，我看一下，好的，我要拿两块。好，你拿，不阻止啊！我是公爵，我要拿三块。哎呦，公爵，斩杀线哦，很多人斩杀了。一二，妈，有人拿刀要斩我，砍他！啊，对，你要砍他，那就不要理你了，你加油。换我了，我是海大，嗯，我要跟他去借两块。我是海大，哦，连心啊！这个战线已经开启了。哎、欸，为什么要跳过我啊？我早知道就在旁边了。没有啊，你可以活久一点，我可以帮你啊。你刚刚只想弄死你。你要先帮我，我再帮你。你是我们提款机，提款机。哎、欸，换我了吗？对，是。然后这时候丢出大石一定会被我怀疑，对不对？那我要丢大石咯。好，请我要拿三块钱啊！他是公爵吧？公爵啦，公爵拿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公爵，好，你拿，我大家都那个嘞。
一定的。喵喵，他表示拿一块就好了。啊，换换杰克了，杰克。这样你要开砍了吗？要砍谁啊？砍啦砍啦，二四六七。来啊，团团互相伤害。好、哦，真的啊，好，杰克，我懂了，来。来了，公爵死了啊！啊，好，死一张公爵了。哎呦，好换我。B O B， 我是公爵大使，我要换牌。你又换，你又大使，大使我换就是大使，好不好？啊，要不要抓？要不要抓？要不要抓？没有你，你换啊。好，你这个讲法就是抓。我等下弄死你，看还会用大使好不好？紧张。我要抓抓谁嘞？哦哦哦哦！我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哦，怎样？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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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he bad guy。呵，你 bad guy。我要杀，那是哦，团对面的喵哈。我吓死了！你是不是都在找猫猫？我觉得好难过。你是有刺客啊？所以直接拿一张，一张，你自己选一张，丢哦。哦，你怎么不少一张船长？是船长哎，好扯啊！还有啊，换那个小雨。哈，看一下。我觉得我命短了。我再拿两块。你这两张牌的跟我这一张牌的说命短。我是公爵，我要阻止你赞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跟你讲，他现在就是想要找人打架，所以他就找你啊。我是公爵啊，我想一下，你应该是，你刚好换牌哈。好，好换我啦。好，杰克，我是刺客，我要刺你。没船长了吼，杰克，我来。哦，没伯爵夫人吼。伯爵夫人，我不想。你又伯爵夫人，你又伯爵夫人，乱挡啊！乱挡顶啊！你胡子也刮一下吧，杰克。杰克，我让你活，我帮挡这刀好吗？哎，没有，哎，没有，挡失败，你挡失败，白痴哦，对我，他还是死的，死的。你在挡什么啊？没有，你也雷耶！哎，那这样子，如果用那个三个刺客的刺人的话，他说他是伯爵夫人，那是失败的话，等下他死两张呢？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赌啊，就变成是赌了，你知道吗？也雷耶！自己跳进去，小三团那边，我喊十二个五，你在那边给我抓我气，讲解，换音乐。哦，我是船长，我要去找小雨借钱。啊，等一下，我也是船长，我要阻止你。哦，自家人不偷自家人。你们怎么直接是自己打起来了？我要发动政变，我要用七块钱买 Bobo 底牌。伯爵夫人出来吧，出来吧 ，Bobo！ 我不信你是伯爵夫人，交出来。啊，公爵啊，真的是公爵啊！为什么？没，我好奇你的底牌嘛，想看吗？想说你那么多大使看戏啊，不要了啦！餐里面又是大使馆了啦。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应该是没得还了。啊，还没有哈。好，那我这三块钱就是为了布这个局啊！我要刺杀哈基。我是伯爵夫人。哎呀，哎呦，你还要相信他？你要刺杀。没关系，我就是为了这三块。哦，你可以猜他，你可以猜他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猜，你相信他是伯爵夫人吗？哎、欸，我不信。好，那就开吧。好，开翻。哎，这个死了。那这样我是应该死两张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死一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七，
对对对，这样死两张，这样死两张，对啊，因为你第一张被骗，然后第二张是被成功刺杀。哎，那我这张牌，我这张就是留着留着留着，留着剩一张了。他没有，你还没有先，没有先，对对对，之前玩错，应该是两次，一次两个都死。对，啊，天哪，啊，你可以画画了，换杰克，好难哦。对啊，你是大使吗？啊、想不想换牌啊？你好想换哦，你换了就会死了吧。你是不是刺客啊？哼，换小雨，看一下啊，拿两块钱。哦，好，你拿。什么？啊，你拿啊，好了哈，我拿了。杰克，哇，我是刺客，啊你。直接刺死，有没有办法？我这个急步很久了啊，我不相信。谢谢。再见了，船长。船长，再见了。再给你，没怀你。我刚才想说，你那七颗会不会弄我？弄我，我就直接连两乱刺，有没有？换我喽！我要去大使馆走走。大使馆挑衣服啊！挑衣服，挑挑看，选选看啊！全馆八八折，全馆八八折哦！干嘛啦？啊！太白痴。太霸气！哦，团长，我想看你的牌，还你牌耶？啊？我看你的牌，好好好，哇，抽，我要拿三块钱。好，抱歉，一直忘记放出来。公爵，对，剩一张哦，哦，最后一张哦，这么对，最后一张，这么厉害。好喽，好，你拿。那我要拿一块。好，我捞你啊。没有，你要拿两块也可以。我让你们拿，我让你们拿。你要还可以吧？拿两块，让你们拿，让你们拿。这么好，拿两块，拿两块，这么好。拿，因为杰克死了，我很开心。拿。哇！天哪！贿赂啊！居然很好。拿两块。喵他拿完了，我也拿了。那换一个，你看刚刚一个乱，好，是吧？哦，你拿三块，然后刚刚喵他补拿两块了嘛？对，刚拿完，那就是换小雨。哎，换小雨，那这样我拿过了。我刚刚说完，大家拿两块都有拿过一轮吗？对。好，那拿，对啊，这样没错，没错。我觉得白金斗内时间，我要拿七块钱。搓鱼月，我要搓我，减少一下嘛，大家减少要看一下牌底啊。哇，夫人，夫人，换我啦，两块。好，换我喽。夫人的杀手要来了，杀小雨。哇，杀我！我是夫人。哦，我不信。好。我真的是，拜拜，我是刺客，然后大家拿进去洗了，拿进去洗，这给你，应该八成大洗了，完了，我真拉平衡了，拉平衡，九块钱，我不能再多了，小玉，哈，你要戳我吗？要戳我了，我只能拉平衡了。没关系，我愿意成为全民公敌，来吧，小雨，道歉了，伯爵夫人，小雨哪一张？对不起，好点这样啊，都船长，哎，该不会两个都船长？来，喵哈，喵哈表示拿一块好了，好，换小雨，小雨，我拿两块，啊，我拿两块，你是不是想弄死我？没错。好，我拿。他输了很多钱，他输了很多钱。我拿三块。怎么可能呢？好，又换喵花。还我了，还我。
我想要杀团团，我要付三块。我是你说你是刺客是不是？刺客，我是刺客，我要杀。我是伯爵夫人，我帮他打。哎呦，好了，这是我的第二张牌哦。所以我是这样，我是还是拿回去吗？你就拿回来，你就拿回去。如果你相信他，就拿回去，对，好吧。好耶。你要哈？你怎么把意图露出来了？不是啊，我想说刚刚繁星有恩，我不想砍繁星，可是没想到被阻止了。Oh, oh, oh. Yeah. 我这就是跟大家都有恩，有没有？每个人都有恩。我是大使，我换牌。可以吧？没有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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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大使，好不好？哎，白银没有，没有放上去啦。你没有放上去。我放进去哎、欸，不好意思啊、喔，它掉下去了啊！哎，没关系，两张是我后来抽出来的，就是那个是牌底里面的。哦，原来那个是假的，是重洗，重洗，重洗，重洗。哎，没事，没事。好了，一整个漏牌。哦，好，没事，我看一下哈。刺客吗？大使馆，大使馆，大使馆。真的大使都还没出现呢，还没死。没有人对啊。看我啦。好了，没事。你好，好，我是刺客，我要刺杀你。我。你要不要进？我不信。我是伯爵夫人，我要看戏。啊！看他，看他。所以就哎、欸，所以我怎么死掉？从开放在你面前，然后翻出来，哇，哦、真的是刺客哎、欸，刺客哎、欸，哇、啊，所以伯爵夫人在哪里呀、啊大使馆，大使馆，大使馆，大使馆。一，我想一下，三，小雨，大哥换小雨了、我看一下。他一块花完了，真的。你那个是不是熊猫的贴图的那个啊？对啊，哦，对对对，看起来越看越像。我是大使，换牌。让我从大使馆逃出来吧。我也好想从大使馆逃出来。看一下、大使都没有人要哎、欸，好可怜哦。我想一下，大使，我又要政变了啦！我好心疼哦。你就剩这两个了。对啊，都是我的邦交国哎、欸。你有想过独立国家的感受？没有，换我啦。好。我是大使，我要换牌。我不要了，抽可以吗？抽两块也可以啊。我要质疑你，你要质疑我？我真的是大使啦！你真的是大使啊！哎，那结束啦，我只能杀你了。结束了，我真的是大使哦。那你抽，让你抽，让我抽，那不是就是大使？你抽完我就让你试了吗？让你抽有最后抽的机会。好，来来来，我吧，你只能政变了。我跟你说，大使，大使，不是。等下他还可以翻开了吧？看一下，可以啦，结束了。一个船大使几率太高了，好高哇！我吧，你是什么？公爵跟夫人啊。公爵夫人哦，这个其实蛮稳，蛮好搭的，对啊。哎、欸，可是其实我刚一直抽都，我只有抽到一张大使，我都抽到其他的。但是你都在换牌。对，我一直拿着公爵夫人在那个、啊。在骗是不是？我在骗啊，反正我就牌底一定全部都是随便来的。哎呦，我好不容易抽到两个那个呢。你抽到什么？那个船长跟公爵，结果没人，结果团团不相信我是伯爵夫人，好气。不相信嘞。那、啊、没有换游戏吗？还是看一下啊、哦？现在是九点，九点，九点，就是播广告啊，播广告、啊，可以先点播一下，播一下。好，那不然我们换一下，换试试看那个好了。嗯，那个解码站吗？对啊，我开、哦，我开，好，你开，好，你开。要退哪一个啊？Quick 是哪一个？
翻桌了，怎么了？怎么了？翻桌了，翻桌了，翻桌了！好好好好好。行了，这游戏真的好烂啊！直接骂他烂了。那个，你们应该可以直接按进来，因为我有设定只有朋友才可以。没有，因为你的底牌让我很好奇啊。为什么要杀我？不是你的底牌太多，让我很好奇。我想用7块钱买你的底牌吗？为什么会直接加团团啊？哎、欸，我、欸、好了，我进来了。进来了。哎哎哎，等一下，先不要选那个。哦，对，我先离开。哎、欸，那我要怎么离开？按房间吗？没哎哎。欸、其实也还好，我等一下按看他那个 random player， 因为他应该会自动帮我们分，就先全部先进来。好，我没办法加你。那我要怎么？那我邀你吗？好，是不是不是好友啊？欸、有的，你按邀你了。这好像是按名字那边还是？名字应该可以退出、哦、右上角。我是 ESC， 然后选那个啦。房子有了有了，重新进来，应该有进来了吧？有进来了。好，你点，你要他点自己名字，有圈去卡的人。哦，有了有了有了。前好，这个游戏，哎、欸，其实左边就有写规则，基本规则啦。对，简单来讲就是呢，等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会分两队嘛？然后不是上面会有四个牌子，嗯，然后四个牌都会是一些单字，比如说是可能什么猫咪啊、狗狗啊、吹风机之类这种东西，嗯，然后呢，吹风机的单字是什么？没有，就吹风机三个字，好就是不、嗯、就是很多种字。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要想办法就是猜动对面的密码顺序，嗯，然后我，然后对方也、嗯、也是一样。然后呢，游戏流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先决定，比如说我们白方先开始，我们就要抽一张这个白色的卡，白色卡。然后呢，就会是我们白队的其中一个人会抽到，啊，抽到之后，它上面可能就会写，我先翻一给你们看，431嘛，对不对？你会看到431。嘿，那你就要分别先从第一位，就是你要去想办法形容可能四号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以用各种形容词。比如说，比如说四号是猫咪好了，你可能就可以形容他说：“好，我要讲第一个密码的提示喽。”他的提示是动物，这样。嗯。然后呢，就是对方跟我方都，你有看到上面有一个纸吗？哪里？你就是在哪里？现在看不到，加入、啊。现在看不到，等一等。而且先进去吗？先进去，随便点、啊。对，你先随便点。点那个 random player， 你们可以先选个颜色坐下来。对对对，应该有 random player， 你看看。好好好，有都有了、哦、好、嗯，然后就是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你们自己如果是在红队的话，就是红队会有两张纸吧，对不对？没、欸，我被框框盖住哎、欸。看不到。如果你是白队，应该看得到白队有纸吧？还是你们其他人？我觉得他现在好像是只有我红色看得到，然后他只有白色看得到，对不对？哎、欸，阿威为什么会看得到你的？哎、欸，因为那个有了有了，有那个对应的颜色看到的，有只有对应的颜色，只有坐上红色跟白色的人看得到。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啊！等一下哦，那我想一下，那这样子要怎么换啊？盖子可以拿出来吗？看一下哦，不是，可是盖子拿起来的话，就双方都看得到，对面都看到对方。我说想要现在先解释，消掉，对啊，我先解释完再把它回去吧。对啊对啊，哦，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就先敲掉哦，先看红色吗？就看红色这边。好、哦，那你就会看到，就是不是会有红，就是刚刚是白队要先讲嘛，对不对？嗯，那白队的话呢、嗯，自己其他的队员就是要把提示写在白色的纸，然后红队这边就写在黑色的纸，黑色纸就是写对方的讲的情报这样，嗯，就是写在这个纸上面这样，就是、嗯、好，可能他第一个就是写讲是动物的嘛。然后呢，第二个呢，可能又形容完，第三个形容完之后，我们就要去猜测说，他第一个形容的东西，他们那边的牌卡里面是一二三四的哪一个东西？哦，然后呢，第二个也是以此类推。那对方白队自己的队员也要猜，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白队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二三四的代表物是什么，嗯，但是我们红队看不到白队的东西，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都拆完之后呢，三二一之后呢，刚刚负责形容的人要公布说密码顺序是多少，这样子。嗯、那就是白队自己的人猜对白队的话，就没事发生。那黑队的如果有猜对白队的话呢，就拿黑色的 token 一个。
哎、欸，就拿哎、欸，不对，就拿白色 token， 白色的白色 token 你的，这样就代表你得一分，因为你拦截到对方的密码顺序。嗯，这样子。然后之后一乱完之后呢，就换另一边，那一样依此类推去进行这样子。那、嗯、如果说你猜自己同队的人猜错，那你就要拿一个黑色 token。嗯、那你当你自己队员有两个黑色 token 的话呢，你那队就输了。这样，嗯，哎、欸，因为你猜错两次。那相反的，如果你拿到谁先拿到两个白色的 token， 那队就赢了。赢了，嗯、好，嘿。就大概是这个样子。OK， 好，那因为他刚刚那个颜色有点没办法的关系嘛，那我们呢就这样子消掉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视角就是调好，这样不要看到对方的位置。啊，对对对，调自己的，调自己的，对，调自己的这样。那所以呢，我就是跟繁星、跟允月、跟小雨这样。好好、嗯、就看桌子半边的，看桌子半边，半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那看，嗯，是看卡片还是看荧幕啊、哦？那个电视机，哦，这样子拿对不对？但是等一下，那个我现在开始游戏，它才会跑那个那个东西，我按了。好好好，你们现在应该看得到你们自己彼此队员的一二三四是什么东西了吧？有有有有，天哪 ！OK， 好的，那就先点，我记得是点右边这边有个字，应该就可以先点了，就可以一其中一个人拿。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左边这个字、这个。那我先吗？没有，一个人点就好，一个人点就好。那看旁边，那就我们这边先喽，我们这边先。好好。好OK， 我领取了。好，你应该没有看到是多久多少哈？没有，没有，没有。OK， 他就说密码卡而已。好，那你们可以找一个人来记录一下，就是只有打字的。嗯，我先喽。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第一个，我想一下，这个让我想一下。好，等一下，他这怎么讲啊？等一下，第一个是，非常多种类东西，这样，非常多种类东西，非常多种类东西啊，对 ，OK 啊，好，第二个是，好痛哦！啊，好痛哦！好痛哦！好痛哦！完蛋了！好，哎，不对，好痛哦！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啊啊啊！好，第三个咯，三个。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什么啊这个嘛那个什么鲁花嘛对不对好我讲完了、啊、我这边好那我大概知道了我这边就随便猜哦你们随便猜通常猜别人都会先随便猜啦随便猜好所以他的顺序是从左哦看到了看到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子打我刚刚是看不懂应该是这样吧可是其实这视角蛮能看到的、我没有就按 auto 把你 auto 可以把纸放大看。短团这个总应该这样吧？可是我觉得自己拉近一下，不要就看到对方就好、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哎、欸。哎，怎么又变了？拜托，拜托，懂我啊！拜对，他后面又补了一句，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啊。对，补了一句。可以多多思考，非常多东西。怎么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个吧，对啊，这样吧，应该这样吧，这个吧，是吗？哦，有可能，对啊，不能干扰你，很多啊，很多啊。然后怎么办呢、啊？摆对 OK 了哈，好了，好，对啊，可以对，红队可以好来了。我的密码是421，耶，哦耶，没事没事，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所以这样没猜，没猜对。嗯，等一下我们应该先问我们说我们猜多少，然后你们再猜多少这样子。对对对，你最后再公布答案的。嗯哦，好了，那所以你们那边应该没猜对吧？你们那边
中一个而已。没有。OK， 好，那换你们那边，你们决定一个人去按那个，就会拿到卡牌。我来念，就按照右边顺序啊。嗯，可以。我右边顺序是我吗？嗯。哦，你不用翻了，他会直接讲。我知道。你们好了吗？请。好了。OK， 第一个，他在……等一下，我想一下、他的输入字不能放大的时候输入吗？你只能在那个框框的边输入啊，我知道吧？有点难呢、欸、啊。圆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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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圆形，圆形，好，圆形。哦，我知道是怎么玩了，我懂了，我懂了。圆形。所以第二个、哦，所以我们是画面上的都不会变，对不对？嗯，不会变。好，我懂了，我懂了。好了吗？两边都好了吗？可以，可以。第二个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哦。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哦。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这个形容感觉蛮贴切。我来讲，我来讲。好，给音乐打，给音乐。好。第三个喽。嗯，第三个喽。形容我的形容词、oh, 形容我的形容词这是什么什么东西拉回啦好啦我们就随便猜啦我们就随便猜吧第一轮这边等到对啊对啊对 啊, 對 啊, 啊还没那我没写你们先好你们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怎么会有那个、啊、好来咯好 我们猜咯三四二啊、我猜三四一，答案是三四一。哇，哇哇哇好强、喔，好强啊、喔！都懵的，好猛、喔！太扯了吧！厉害，小雨，厉害厉害，换小雨，那就换小雨，你就按一下那个，然后荧幕上应该就会出现了，你就不用翻。好，哼，所以我要想要把它形容不一样的东西形容出来，是不是？就是它有三个顺序嘛、嗯，就是第一个顺序、第二个顺序、第三个顺序，然后依照去形容，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们板上面的东西这样。对，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就是我们懂，但他们可能不懂之类的，要有一点东西骗在里面。对，对，就是可是也不能谐音，也不能用电脑上面的任何一个字。对对对对，好好好，嗯，好，那我要第一个喽。好、嗯，第一个是。哦，对，第一个是哦哦，然后想一下哦，好，第二个喽，第一个是，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哦，想一下哦，第二个是，太吵了吧？啊我都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形容词？就是不用形容样子也会笑死。第三个是有可能凉凉的，有可能热热的。哦，可以，大概懂。有可能是这样的吧？有可能热热的啊，我知道了。有可能凉凉的，有可能热热的。啊，太多字了，打不进去。没关系。Maybe 凉热。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是那个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你可以打，你可以打。看一下我怎么打。你觉得你可以打，啊、就点那个框框打。猜多少？我按不到哎、欸，我有按到吗？放大一点再按嘞、欸。滚轮往滚放大了，往前去那个吧，视角去调一下。滚、轮往前，然后去看那个纸张就好了。杰克，你猜哪？哦，有了。我想一下。杰克。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对我猜就直接。我觉得这可以试，我觉得对，是假的，我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哎、欸，就这个哎、欸。你刚刚那个是什么？这个，因为什么啊？为什么？第一行啊，嗯啊，这个下面这个是干嘛的？可是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最后猜他们的词了。这个我想猜这个、欸、顺序，然后字哦，搞不好。
对啊，半这样，我觉得一样就一样就先、那個、一样就先猜啦，就先猜啦。可是我他，对对对，好，那这样，我觉得他机制 OK， 那得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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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解码猜你们二三四，然后我们自己是猜三四二，那小雨是多少呢？答案是三四二。呀、yeah! yeah! yeah! 啊！为什么？对不对？好恐怖哦！没有那个，他自己可以用复制的。哇，这好好玩哦！哦，躺住 C， 躺住 B。哦，四二，这哦，对对对对，三四二。那换喵哈，喵哈，喵哈，试试看。左边这边有一个黑色卡牌，左边这个有一个按钮，点一下。我按，然后不是不是不是，是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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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左边旁边这个按钮，有按钮，这个按钮。好，好，那然后你不要翻开，它应该屏幕就会写。有，我看到了。对，你按 Enter 就会有了。好，所以我要开始叙述我第一个。好，嗯啊，好。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应该是我在这里。你确定不是歌词吗？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哈。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是这个。我我怎么是这个？暂时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啦。我觉得这样，还是七四二啊。好，没关系，等一下再听，我们先听下去。我觉得好。然后第二个哦。嗯嗯。我好饿哦！我好饿啊！这个吧，他已经学到小雨精髓了。你说第三个？第三个哦，嗯，这小孩子吧？这小孩子吧？啊。哎、欸，应该是吧？我觉得都蛮合理的。这个、啊，这个，这样，因为这个还没有过啦。对的，这个。哎、欸，可是这有可能是一啊！你看一下他刚刚这个，有没有？哦，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这个哎、欸。我只看到一堆小手手在那边指来指去。不知道哎、欸，再猜啊！好了，反正、OK 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没错，对，这个应该是三。嗯，先试看看吧。好，就先这样试吧。来，那我们的是一三二，我们猜二三一，答案是二三一。哇塞，对不对？对不对？哇，为什么啊？我刚刚其实摆对了、欸，好，没关系，我们知道了。哦、好 ，OK OK。好，算好扯啊！欢迎你们，对面你们是谁？那就是凡，不是影月吗？啊哦，影月，那你帮我整理一下。好，我整理。啊，那个小雨整理，小雨。嗯，好，好了，哈哈哈。我是谁？他就在我的。你 enter 他会有 enter 有左下角，而且你屏幕上也一定会显示说你是什么。那我看到了，嗯。好白痴啊！第一个可以复制。第一个，它很远。啊，很远。它很远。啊，很远。哦，很远。啊。它自己可以按 tab 就好。哦 ，tab 可以换下一行。哦哦，没事没事，继续。嗯。第二个，这要怎么讲呢？嗯，第二个、哦，这个让我思考看看，很难耶，很难耶，真的很难。不要把思考看看打进去，是他自己打的啦、啊，自嘲的，思考看看。你有梦想吗？有梦想，它黏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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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哦，啊，够鸡哦。第三个，很多人，很多人，一个人输好了，好，你这样，我想想哦，
这狗我觉得，我觉得以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有道理。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这样觉得。哎、欸，这该不会是？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觉得好像那个，对啊，那个好像是那个、欸，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跟下面那个蓝会有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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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哎，这个要怎么做？或者是那个，你直接按。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出来了呢。这个、如果答案是这个的话，你打，你可以打这个，你直接打，你打在最下面啊，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改。嗯，我怎么选不到字啊？选不到字啊，不然同音不同字也没关系啊。对啊，我也是、哦、我觉得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等一下是我觉得他如果答案是那个话，应该就是这个。那应该就差不多出来。对对对。好，我们猜喽。好，来，一二四。好，你们猜的答案是？我们也是猜一二四。我们也是一二四。答案是一二四。哇哦！一分了，一分了，一分。是从这边打吗？对，其实左上角也可以点啊，左上角有个按钮可以点，直接看不太到。左上角有哦哦 ，Code Round Two 左边这个。没事，我们就拿回来这边上。对，好，那现在是换你们。哇，你们得一分了！哇，哈记，哇，对，哈记，那我们来帮你记。啊，好，不是这个吧？哼，哼，哼。嗯，不要打恨啦！原来是恨吗？嗯，我想一下，等我想一下，想一下。啊，那个很难想到配的耶。哈吉，我懂你的心电感应，可以的。心电感应都出来了，都尴尬了。啊，我感觉前面我们的提示是不是太明显了？可恶！我的太明显了。好，可恶的温暖。啊，我知道好的，温暖哦。我输入啊，数字给你们，数字给你们，数字给我，哎，不，按错，第二个有点跳哦，啊，好来，啊，有点跳，第二个是什么？哦，有点跳痛哦，来哦，第二个题目，一次是冰淇淋，啊，冰淇淋，应该是这个，冰淇淋，第三个，哦，第三个，太阳，好故意哦，我真的觉得好像，对哦，这个才是这个吧，对啊，这个才是这个吧，然后那这个是什么？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我猜是这个，因为跟嘿。对啊，应该是这样。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哎，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这个。那如果哎，可是不能这个啦。为什么啊？我其实不懂。好，不是因为你可以打字，你打字解释。还是这个是？这个不会是？那不是我打。哎，有可能哎，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好好好，这样吧，这样有可能是这个吗？不要被把删掉！那对不起，对不起，而且我看到字，第一个是什么？试试看吧，试试看。第一个是要猜什么啊？觉得是这个哎，只剩这个可以挑了。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好，哎，我们要变吗？数字？黑色，就这样吧。好，那就这样哦。好，对面猜多少？好，我们猜二四三。我们猜二一三，答案是二一三。哦，哎呀，好厉害！三哦，哎呦，好可惜哦。哦，真的，好，换我说点按钮吗？这边就是这个地方，点一下，然后荧幕上直接出来了。
我刚刚真的不太懂，有人懂，有人懂就好。还好你们懂我，对啊。因为我想讲说有几个，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想好了啊，可是感觉你们都知道，我要想怎么办？第一个，不行啊，很明显，不好意思，再等我一下，不行，很明显，是不是？很明显，那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给杰克输入好了。好好，杰克输入，然后输入数字，我来试试看。你只能这样嘞，好啦，第一个受伤用的。这已经放弃了。好，这已经放弃了。第二，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啦。哎，我画面什么？第二个喇叭。喇叭。孩子。可是不一定啊。第三个没有用。第三个卡通。对。第三个卡通。对吗？卡通、那这个就是这个嘛、我觉得不行了啦。刚刚是那个卡通，对，卡通。对，因为那个、啊、这个就是那个啊，对啊，對是吧？对嘛，就是那个。可是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对，到现在他线索太少了。对，好啊，你们是什么？欸、可是这个还有一个那个、欸、没写下来。哦，这个。等一下。所以我这个本来是有在怀疑是那个，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对，而且又加上这个线索比较少，对，这个就我这个就放弃。那还是先照我们上面这个吧。你确定哈 ？OK 哈。因为感觉现在这个都比较明显一点。可是他这个、欸、如果是那个的话，我觉得这不适用哎、欸。这个是，我也觉得不适用啊。卡通吗？这个是卡通吗？对。突然想起来，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一点。哦，这个是这个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成功了。这样子，你成功了。好，可以。可是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对啊，对啊，有可能那个啊。好，那么先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可以。我们猜二四三，答案是二四一，我们猜二四一，二四一。哦，那个可是为什么那个是我救回来了？你救回来了？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是。這個啊、等一下，然后鱼就是断了。对，等一下，我回来了。好，你赶快坐回来。怎么突然大断线？我看到你 P2P 断线。对，哎、欸，那右边字都不见了。哎、欸，怎么不见了？玩到 Enter， 把那个邀我一下。好，那你等一下一进来就要赶快点到我们这一队，你不用看荧幕。哎呦。你找那个空的位置，赶紧坐下来。对，这里好，是有了，看到我们看到有了，好。可是雨月队伍，哎、你没有队伍，现在没差了，没差。好，没差。哦，拿喽，请好，请。哦，它是会出现在左下角的，左下角对，左下角。这荧幕正上方应该也有吧？对，荧幕正上方有。OK， 我想一下，你慢慢想。想一下哦，
想一下，想一下哦，我看一下怎样比较不明显。我觉得这个很扑朔迷离耶。对啊，到底是什么？你们的一号也太扑朔迷离了。你们的一号太奇怪了吧？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太跳脱，尤其是第一个形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啊，什么鬼？我讲的很贴切，我好吗？什么鬼东西、啊？好有没有合理了吧？好像可以哦。啊，我觉得我们有想法了，对不对？对不对？方向对了。提示那么明显，我的妈妈咪呀！我的方向对了。哇、哦，好，我试试看。来，第一个，第一个是。给你们点，给你们点。第一个是香港。香港。哦。来第二个，没有，我怎么打的？这应该可以吧？不会，黄标吗？应该是可以，黄标是不是？没有黄标，没有黄标。五月天，嗯，你有点坏哦，你有点坏哦，难道这样了吗？等一下，居然啊，哇！好，第三个，台湾。第三个，我不知道啦，我这个只是突然想到，会不会有可能？哇塞，杰克也是很会的，杰克真的很强。那我都之前跟他这样玩过一场啊？你只玩过一场哦，杰克。我就觉得这个应该第三个应该是这个啦，一定的有啦，感觉现在就是前面两个在犹豫啦，对。就这样了吗？这样吗？我是觉得第二个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有点不理解，我觉得有点怀疑。可是他们的的确，你们因为线索很少啊，对，线索太少了。有，你们还有别的排列组合吗？我是没有了，可以吧，应该还可以吧，那就这样，可以耶。而且还有做到混淆哦，有，你这个很棒，会，这真的是很会耶。可是这个二号不是那个一开始是喵哈说的，对啊，对啊，这个是喵哈讲的啊。哦，对耶，那应该就不是这个。那你觉得会是什么？还是另外一个吗？还是可能是这个之类的？还是这个？然后。这个，好多小手手，好可爱啊！隔着荧幕看着小手手困惑的游走，好头痛，繁星有吗？繁星有吗？我是完全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应该，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了啦。Maybe， 我感觉这题答案里面不会有这个哎。啊，真的吗？你感觉没有这个？我感觉而已啊。你的音压感觉到，还是这个改这个？你看会不会是歌词？我也在想是不是就是歌名歌词之类的。哦，确实他的好像有这个哎，好像有。好了，不然就这样吧。好，来啦，赶快第二轮来了。我们是423，来，我们猜412，答案是412。哇塞！好，就是这个有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哎，哪一个？我是哦之类的，有没有？不是啊，啊这个你想一下，他说这个是他的形容词，应该就不是这个了吧？最下面哦也是啦，那应该是第二个那个啦。对，可是这个舌头到底是什么鬼啊？这个有点明显。我说你在侮辱，你在侮辱五月天吗？对啊，我在侮辱五月天吗？不知道你们好好讲话，什么就是我侮辱五月天，好好讲。
对，我气死，我直接大崩溃。对，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这一个。对，应该是啊，二号那个鞋。哎、欸，所以现在换我们的话是换谁？你刚刚是你对第二轮了，所以换我了，是不是？哦，那家伙，那家伙救我一下。好，那个来了，好，第一个史莱姆，史莱姆，哇哦，你好猛啊！对，好，第二个龙，第二个王，史莱姆，各位。不然你觉得是哪一个？猜是这个，可是这个也是会有那个啊。可是我觉得我要放弃这个、欸。我要讲第二个喽。嗯，你放弃那个了，对、啊。飞啊飞啊，笑飞翔。反正都是。飞啊飞啊，笑飞翔。是啊。那就是应该是这个了。是小飞翔还是小飞侠？哦，对呢啊，算了算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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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三个喽。好烦哦！烦哦，讲粗话。好烦哦！好烦哦！好烦哦！烦呢、欸！等一下，我怎么讲啊？第三个，啊、这个是不是突然想到？你说旁边按铃还是什么吗？还是什么？这个没有，突然在想到旁边。嗯、哦，啊，那个啊、哦，第三个哦，啊、嗯。空吧空空哦，对对对对对哦，那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啦，空吧空空啊，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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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我们就只有这个不清楚而已，这个真的太少了。那个，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你们第二个的提示是小飞象还是小飞侠？哎、欸，小飞象吧？哎、欸，小飞象，象还是侠？象，小飞象，象哦，小飞象，小飞象，答对。哦，那、哦、完了，他讲这句话，我有点犹豫了。你们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好了，我们猜了，嗯，三一二，我们猜什么呢？二一三，答案是213。哎呦，对对对，这两个啊！你好猛哦！我没想到，我以为他们要猜中了，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我觉得我们没救了。换波，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他记性用好，你先说，你先说，都没枪。OK， 好。OK， 好了。对啊，没想到居然会混淆到哎、欸！我们好了吗 ？OK 了 ，OK 了 ，OK 好。第一个，到现在还很红。五月天吧，五月天吧，我知道，五月天，第二个。他的步骤很麻烦，他的步骤很麻烦。嗯哼，好，嗯，我又是这个。第三个，我想一下哦，十岁，等一下，我想一下，十岁以下。好，可以，就这样了。我觉得快爆了。我听到关键字，快爆了。我听到关键字了。没事，你相信我。我觉得我们猜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猜这样。啊，对，我觉得只剩这样子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哦，可是那个，哎，他们都不知道哎。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呢？完了，我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我怎么一下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同事会我懂波波了，我懂波波了。完了，我不懂波波。波波，你觉得我们的心电感应？他借我的心电感应，那你在想会不会？没关系啊，就先猜。没关系啊，对啊。我觉得直觉感觉是这样。直觉。
痛苦的笑容啊，就这个了啊！你们先猜，你们先猜。我们猜的是四三一。好，我们的，我们猜四二一。嗯，答案是四二一。哦哦，波波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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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惜哦。哦。哇，厉害，很厉害，这个蛮厉害的。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么复杂啦，你怎么会想到那？哦，其实没那么复杂哦。没有，我其实想说是，这个还是一个人名啊，我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结果你想的是，哇，哎呦，为什么？哎呦喂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啊。赛后很强，赛后好，来来换那个。好，我笑到不行。哎呦！我打字。等一下，到底怎么了？哈基，这结束再跟你们讲。哎呦，我想想。我打字就好。这个肯定打。哈基，我问同志。基土。基土。哦，好，我想到了。嗯。好，第一个哦，嗯，第一个是主机版。对，第一个是主机版。好，你先继续，没问题。对，好。第二个是，我想一下，不是这样。对啊，你看啊，没关系，先第二个。哦，有可能。你看这个，对。先第二个，我想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啊？要不然你们改，我没有，我先等一下再一起讨论。对，先第二个。第二个，我想一下这个是，对，这应该是第二个街头艺人。哦，可以，对。是同一人，这个是这个吧？对。然后第三个是小眼睛，直接小眼睛。对。啊！哎呦！我不知道啦，我乱猜的。好难哦！这个吗？我不知道。还是有可能他没有小眼睛吧？我知道有可能是这个。这个里面的其中一种，可是我又在有可能是这个啊，它是其中的卡通。哎，不对，没事，中间的对啦，我也是这样觉得啦，好，就这样了啦，应该是。这个我就没想法了，你们来想一下。我反正就是那两个数字嘛，就看哪一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就先这样吧。知道吗？对吧？就这样。好。好。我们猜三四一。我们猜三四一，好，答案是三四一，耶，被破了，被人拿完了，那个token了，对啊，你们两个 token 了，有了红队就赢啦，他一龙，白痴哦，波波，哎，所以你们刚刚是什么？对啊，你们先猜一下，先猜我们的，你们猜我们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什么小孩之类的东西？没有，我们不能讲出里面的字。什么名字啊？我们不能讲字啊。对，我哎，对耶，小哎，对耶，有孩。它是一个形容词。对，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不好猜啊，这形容词。对，我们很少使用它。也不是啊，我们真的很少使用它。波波说它有，但完全相反，就是完全相反。懂这样子？我怎么就是完全相反？来了，龌龊两个字，相反是什么？纯洁，纯洁。哦，你还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纯真，屁呀，波比纯真难懂。哎，第一题也太歪了吧？变成了，太强了吧？
我就有，你们都不相信。你没有啊？你怎么会有？你没有？你怎么会有选项那个答案？有没有？对啊，我哪有骗呢？我也有，用骗的哦。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原本是猜家啦，但是后来又想到，就是又有猜到会不会是建筑？步骤吗？建筑物。他是家没错，他是家没错，这是家，这是家哦。对，他为什么步骤很麻烦？他自己先讲你的想法，他自己先讲他自己的想法。我刚才说，嗯，要成家应该很麻烦嘛，至少你要爸爸又……哇塞！哦，原来是这个吗？开车了，爸爸说，爸爸你说。然后我的想法是说步骤很麻烦，因为盖家要有钢筋水泥，要请工人，然后要盖很久，要打地基啊什么的。打地基，天哪！哦，没事，歪的方向答案有对就好了。没有猜到，宝宝。我以为你想那种家，你知道吗？所以不是，所以我就说我的形容词是对的吧？没有不对，一样不对。会让别人想到另一个东西去就不对了。对，什么？好，那你第三个，第三个我们是猜，最后是有三个啦，太阳，应该是煎蛋或煎蛋月饼吗？我猜应该煎蛋吧，荷包蛋，荷包蛋，荷包蛋，哦，就是煎蛋，嗯。第四个，然后第四个不知道，你不知道，真的某个港星之类的，对对对，港星，对港星，港星，猜一下，猜一下嘛，港星猜一下，港星那几个啦，周润发，他们只有两个，不是周星，周星驰，不是不是，他是歌手。刘德华不是是张学友，快了快了，对对对对对，张学友还有要猜艺人哦，太难了，哎，这什么会是爸妈的年代啊？爸妈年代啊，那是波波讲的哦，爸妈的年代啊，哦，对不起，我们年龄有差，对不起对不起，啊，那换你们猜啦，对不起，先放心说话，第一个应该不是什么卡通人物吧？来猜，对，不太对。其实不是，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小眼睛。嗯，第一个，我只会往，他是名，他算名词吧？对，他是个名词，鲁冰花哦，不是，不是，没那么简单啊，一定没那么简单。他很远，小眼睛卡通，他很远，飞天小女警在哪里啊？我觉得这题很难啦，应该很难的。这题超难的。对，月亮不是不是，再给些提示好不好？但是其实你往月亮那个方向想，我觉得对对对，太空船三个字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嫦娥两个字，它是不能搭乘的，它不是人造物，它只能看的。嗯，对，是卫星导航，天然造出来的陨石。我都想到两个字，流星。近了，近了，近了，快近了！对了，方向对了，方向对了，但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太多了！哎，其实某方面流星也是对的，哎。嗯，对啦，对啦。可是要他说三个字呢？要三个字，对，三个字。要完全猜中，我觉得不太可能。对啊，这个是不可能猜中。方向对，对啊，你方向是对的。其实第一个就是那个啦，天马座啦。其中的星座，有没有流星雨啊？天马座流星拳啊？天马流星拳啊？是不是卡通啊？卡通啊？啊，卡通。啊，小眼睛是那个，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许多小眼睛。哦，原来是那个，我以为你说的只有马，我以为只有马有眼睛哎。没有，车里面的小眼睛啊。真的啦？有没有听到啊？开车，小雨是在开车哦。我哪有？这首歌本来就这样啊。这首歌哪一首？哪一首？鲁冰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许多小眼睛。我还真不知道。啊。啊，那第二个嘞，你们应该猜到吧？第二个应该猜贴布吧，贴布之类的。啊，对对，就类似，其实就是差不多了。它其实是药膏，其实你们都猜到了。哦，对，啊，第三个嘞，第三个太少了，只有哦，我说两个，哦，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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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机版呐，要主机版，啊，主机版，形容主机版会想到什么？主机版会想到感觉，它是一种拿去跪吗？嗯，然后呢？痛。对，在故事今天，他就是痛苦，痛苦，他是痛苦，痛苦，对，痛苦，痛苦，痛苦，为什么是痛吧，痛苦？啊，因为你故事今天，你故事今天就会痛啊，对对对对，神经痛，不懂台语。然后第四个嘞，乐器多种，太吵，很多夜市，还有街头艺人，
夜市吗？不算对，但是其实我的方向可以。类似啊。西门町多了。对，西门町是什么？西门町很地下街。对。广场。西门町会被统称成什么？观光景点。一个城市中的什么？哎、欸，这样讲。首都。宇都。首都。西门町。啊，是那个闹区，对对，闹区厉害哦，对，首都，他的首都，首都，他形容自己的首都在西门町啊，对啊，他介绍在西门町，那你们其实有点难呢，对，这有点难，像我们的荷包蛋跟家还蛮容易的，就可是。后面你一跟四没后来没什么猜到啊，一跟四明明一就很明显，你就纯洁，你纯就一直看到那个不对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对了，你知道我是猜屁孩之类的吗？猜屁孩，对啊，好像五月天有类似的歌吧，所以我那一题不会说小孩子，我说这个是小孩吧，小屁孩，小屁孩。好烦哦！天，什么叫屁孩啊？牛逼哦！我第一题就误导哦。对呀。哎，其实我们这一 round 这样玩下来，其实算快的。对。然后之前玩到两个多小时。哇。哇。因为想很久了，写到两三张纸，是不是？忽大忽小嘛，对不对？啊欸、其实我没有想到他那个桌游就是做模拟器版本这样做其实还行哎、欸，可以可以，还蛮好，对啊，还蛮好处理的，对，很好处理，就是视角定住就好了。对啊，那其实我觉得他的罩子应该是开始之后他才会给，因为你看旁边有 team。哦，有可能会有 team 可以那个是是，可能游戏分对游戏开始就会自动分了这样。哦，有可能，对吧？就还有计时，对，其实这个游戏有只有三十秒可以讲，但是我们都没做，对，我们没做，对，不然实在不讲得完了，太极限了，我觉得太极限，难呢，难呢，对吧？三十秒真的太难，不可能，好啦，可是像看那个加在一起吗？对，没办法，应该是没办法，那没办法在一起。对吧、啊？应该就那就提早那个啦，提早休这样啦。对啊，提早休息。耶，病倒！病倒！他桌子是瓦解掉、欸，对啊，直接瓦解，不是拍的，直接瓦解。他桌子太皮了。哇！哎呀，哎，到十二点了，回不来了。啊，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哦，休息。好啦，今天 Amigo 就到这边啦，因为今天我们就到今天，六点的时候再说，所以今天 Amigo 想玩什么，我就想了一下，因为都还没人讲嘛，就直接秒说，那不然桌游模拟器，说，好啊，不然因为很久很久没玩，然后是不是？所以 Amigo 是只要谁第一个提出就说，哦，好，就玩那个了，对啊，好啦，学到蛮多的，这还蛮好玩的，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喽。感谢各位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板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哦，还有我不是整场几乎是歪头吗？因为我其实在玩 Amigo 前我玩了一款新的游戏，但它让我好 3D 晕哦，所以我刚刚其实是一直跟是脖子是歪着在玩，头晕死了。好啦，感谢啊啊，希望这个新的桌游你们看得懂啊，因为感觉就是蛮好懂的，它就是反正我们要去猜说那个是什么嘛，然后破解它，这样我们就很好拿到分数了。好啦，那可能就是下次开可能就是两三个月之后了吧。好啦，感谢各位收看，拜拜咯，拜拜拜拜，没有要睡觉啦，还至少要剪片啊。好啦，各位晚安咯，晚安晚安，记得再去看轻松生存影片哦，今天有音乐被炸死的画面哦，拜拜。怎么关？还怎么关？